唐，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西至咸海，东灭高丽，北并蒙古，南据越南，领土1251万平方公里， GDP 占当时全世界的58%，远超当今美国所占的30%。长安，大唐的首都，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繁华似锦，万国膜拜。但289年后，这个巍然屹立的神奇大国轰然倒下，盛世就此湮灭。70年代的时候，咱这儿雨水过多，把那个水越泡，地势越下沉。下沉的过程中开始出现，随时都有，这个倒脚的危险。一倒脚就掰断了。在这么个情况下，慢慢就反映到咱这考古部门。考古所他们来，首先就来看这个东西。马德子先生这一次他好像应的人还比较多，5-6个人。我当时是文化馆的文物展干，他当时也在建议说你扎紧要保护好那个碑石，这个道理你是千古罪人。一面残破的石碑竟引来远道之人专门查看，这是怎样一块石碑，怎样一批人？消息迅速在县城传播。70年代的临游绝不像今天这样色彩斑斓，它的闭塞和贫穷全国有名。临游地处陕西西部，位于距陕西省会城市西安160公里外的重重大山中，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马德志是中国科学院的考古专家，据说当时中国考古界泰斗，也是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第一代负责人夏奈座下有8大金刚，马德志便为其中之一。因此自1956年起，他便被分派担任西安唐长安城考古工作队队长。唐大明宫、长安城、青龙寺，这些中国考古史上最重要的课题，都得益于马德志领导的先期20余年的工作。但马德志却对临游念念不忘，尤其对一面残破的石碑格外重视，不得不令人好奇。其实以今天大众的观点来看，九成宫李全明碑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它的书写者，中国楷书欧体字的创造者欧阳询。中国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它本身就呈现着千变万化、婀娜多姿的形式美感。发展到唐朝，用文字表达抽象的情感，实现社会规范的书法艺术，达到了新的高峰。而这个高峰的开辟者，就是以欧阳询为代表的楷书大家。故宫保和殿是清王朝科举殿试之处，今天众所周知，唐王朝全面建立了影响中国社会1000余年的科举制度，而后世的科考就是以欧阳询的欧体字为标准字体。这就好比如今印刷通用宋体，联合国的官方语言首要为英语一样，欧体字是千年来中国文人的第一块敲门砖。刻录着欧阳询书法的九成宫李全明碑，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当然极为重大。
此外，与碑文有关的两个人物，文章撰写者和事件当事人，在历史上都非同小可。他们是唐王朝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大臣魏征。千百年来，李世民的陵墓昭陵巍然伫立于陕西省礼泉县海拔1188米的九宗山上。作为帝王凿山建陵的开创者，李世民的昭陵海拔最高，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秦始皇陵和武则天的乾陵虽然都蜚声世界，但前者由于是平地起陵，陵墓封土高度不超过115米，而乾陵的高度为1047米，比昭陵还是低了100多米。更何况昭陵周围群山环抱，陪葬墓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180余座，魏征墓就位于昭陵西南海拔近1000米的山上，两陵咫尺相望，反映出君臣非同一般的相依关系。而武则天的乾陵陪葬墓仅有17座。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的泰陵，陪葬的更是只有皇后和太监高力士两人。试想中国历史上还有哪位皇帝有李世民如此的气魄和胆略？但在马德志眼里，九成宫李全明碑的重要更在于他记述了中国历史上被称为离宫之冠的一座伟大宫城的存在，唐九成宫。皇帝们经常在这里一住就是半年多，结果等于第二个首都了，就是办事啊行政都在发号施令，都是在九成宫发出，所以这虽然是一个离宫别馆，但是当时成了政治中心所在了。他这一个是规模大，一个是建筑方面跟皇宫比差不多。有前宫、内宫，有外宫，是吧？办公事情，有这个商业区，官司区、皇宫区，它这区别跟这个首都差不多的规格，所以它这个特别，就在当时来说显得特别重要，是吧？别的离宫呢，都是一般比较简化，像华清宫也是很有名，那有华清池洗热水澡的地方。因此，自离宫问世以来，他就成为历代上层知识分子歌咏描绘的对象。王维、杜甫，上百人在这里留下了诗篇。从青绿山水到界画楼阁，它是众多画家追捧的主题。2005年冬季拍卖的一幅清代原耀的九成宫图，拍卖价达到1亿1000万，创下书画作品的记录。九成宫究竟什么模样？他为什么吸引如此多的关注？他究竟如何再现了1300年前的盛世大唐？俄国作家果戈里曾说，建筑是历史的纪念碑。考古学家就是要运用科学，通过双手去揭开历史的原貌。马德志手中有一幅图，自开始临游的考察他就一直随身携带。这是唐代著名宫观山水画家李思训的九成宫完善图，
应该是一幅扇面上的图画，其上有乾隆御览之宝、养心殿建藏宝等印文，真迹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马德志认为这幅图是历代画作中距九成宫留存年代最近的一幅，因此应该有参考作用，所以决定大胆一试，用画作寻找1300年前消逝的宫城。画作显然只是宫城的局部，而画中最显著的是中间的瀑布。按图所记的话，临游现在的布局是三山环绕，三水汇流，水为渡水、北马房河和永安河。目前县城绝大部分都位于北马方河以东，而北马方河西边紧邻平山，如果有瀑布，只可能在北马方河上游。据当年马先生考察，在这儿有人工凿凿的痕迹，他修了大坝，形成高低的落差，形成瀑布，供皇帝、后妃、大臣在这儿游乐赏玩。而在永安河与渡水汇合处以东300米，大家也发现了拦河坝的遗迹，这意味着上游水位将被整体提高，北马方河中间的河谷地带将成为湖泊，这不就是图上游者荡舟的西海湖吗？大家的兴奋之情难以自抑，因为一旦确定了这两处图中最重要的场景，宫殿显然就应该在水的旁边。当年的九成宫由南向北，它的地理位置是层层拔高，到了天台山这儿平地凸起30多米，它就是到了宫内的最高处，这是内皇城里边最高的一个制高点。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九成宫内天台山1号殿所处的位置，我的左边是九成宫的2号殿，在我的前边就是九成宫的南大门、永光门所在地，在的右边是九成宫3号殿。这个3号殿北边的廊道后边，就是当年碧波粼粼的西海湖所在地啊。从西海湖登上这座小山千层山所在地，当年宫中整个美丽的景色尽收眼底。接下来的考察顺理成章。更让人惊喜的是，临游现存离宫的保存状况也颇为良好。除了1、2、3号遗址，县城里还有一些夯土遗迹。中国古代建筑为了追求建筑的高大，通常都要将房屋建造在夯土垒筑的层层台基上。临游县城暴露于地面的夯土台基起码有6、7座。除此之外，马德志在临游老县城发现，从城墙看，它建于600、700年前的明朝年间，而在老县城以西2.5公里的山下，也就是九成宫礼泉铭碑所在地，是60年代起人们才逐渐搬迁建立的新城区。史书记载，九成宫毁于公元836年，是由于唐朝末年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和泥石流。因此可以推测，唐末九成宫被淹没后，人们应该才逐渐搬迁到山上老县城一带居住。而离宫所在地由于严重的水土流失和1000多年间少人居留，被完整掩埋在了厚达2至4米的黄土之下。这个发现简直令马德志有些惊喜，
他不由得联想到世界考古界一直以来最重要的古城考古发现——庞贝。距今都源于公元79年那场突如其来的火山爆发，将它全部掩埋。而考古学家又经过200多年的努力，将它重。林游这里保存如此之好，会不会使它成为另一个庞贝？马德志眼前流光闪现，他仿佛已经看到了东方庞贝的身姿。就在考古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之时，一次城区基建工地的意外发现震惊了全县。我们县城在进行这个排污管网改造的时候啊，就在我们的7号点啊梳妆台西边，就是县委这一条大道啊，当时开挖挖下去有2米深左右的时候啊，我们发现啊那里边有5个人头骨啊都堆在一起。哎呀，这人头骨很完整的，在一堆儿啊，因为一般啊，我们这个常规啊，埋人他不会把几个人堆积的埋在一起的。所以工队给我们报告以后啊，我们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啊，赶现场去一看，我们还取了一个资料。乱葬坑的出现使沸腾的考古工作立刻冷静下来，它提示人们。在离宫辉煌的外表背后，也一定隐藏着不同寻常的过去。对唐大明宫的考古发掘，使得马德志对唐朝历史了如指掌。大明宫作为唐近300年的政治中心，是今天北京故宫的4倍，也是世界有史以来的最大宫殿。它的大气恢宏，正是唐空前强盛的反应。而唐王朝辉煌卓越的300年基业，正是源于唐朝初年的玄武门事变。玄武门事变中，尽管李世民诛杀亲兄弟，逼退唐高祖李渊，成为皇帝的过程如此血腥，但毫无疑问，正是李世民开启了唐王朝繁荣富庶的新纪元。但令人困惑的是，李世民在长达23年的执政时间里极少大兴土木，唯一的例外就是大明宫，但这也不是为他本人，而是为了太上皇李渊。史书记载，李世民本打算修整临游的离宫及九成宫，给父亲李渊避暑，但李渊始终不肯去，于是贞观9年，李世民为其修建大明宫。李渊死后，李世民便中断了工程。这段短短的唐初历史谜题一直在马德志脑海中盘桓。第一，李世民富有天下，却为何一生如此节俭？第二，李渊为何对九成宫如此讳莫如深？起初马德志怀疑会不会由于临游的环境，李渊才不愿意到这里来，毕竟临游距长安太远，过于偏僻。
但仔细考察后，马德志发现林游山清水秀，令人流连忘返，尤其古人看重的风水极佳。实际上，九成宫的前身是建于公元593年隋文帝杨坚时期的仁寿宫。开皇13年的时候，他就招徒天下3川县，把全国各州府县的地方官员，把你们自己的这个三川名胜啊，绘成图本，形成文字的东西上奏朝廷啊，他准备就选址修一座避暑的离宫。千百年来，临游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仁寿宫北靠碧城山，东倚石臼山，西临平山，三山如同一个坐北朝南的太师椅，是一个聚风藏气、辉映天地的吉祥之地。事实证明，仁寿宫建成后不久，宫中就飞来一只白色麒麟。白麟是罕见的吉祥之兽，因此当时皇帝就下令将此地改名为临游，这也是临游地名的来历。难道是李渊不满意宫殿的建筑？马德志又想。西安，陕西省会，今天它的城市中心是钟楼，但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朱雀大街才是其中轴线，而长安城的面积是今天西安城墙内面积的10倍，是北京故宫的110倍。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宏大壮丽的都市，它设计周详，布局井然，以坐落在城北的宫城为核心，宫城、皇城、郭城渐次展开，既是封建皇权高度集中的反应，又是中华古典文明的顶峰。而唐长安城不过是隋大兴城的照搬，如同后来唐朝继承了仁寿宫，只不过改名为九成宫而已。他们共同的设计者都是隋代的建筑大师宇文恺。据史书记载，仁寿宫建成当月，隋文帝就来视察，看到宫室如此奢华壮丽，曾大骂杨素，让自己结怨于天下。但他的最后10年有7年都在这里度过，甚至有一年春节都没有回长安，仁寿宫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既非环境，也非建筑因素，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李渊忌讳这里呢？在临游的老县城中，有两棵种于元唐兴国寺内的古老银杏树。巨大的银杏孤傲而顽强，尽管周围已片瓦无存，它们却依然枝繁叶茂。挺拔伟岸的银杏，难道能为马德志拨开这千年迷雾吗？马德志再次翻开史书典籍，这时他突然注意到李世民的年号原来大有学问。夺取帝位后，李世民首先做的事情是取年号为贞观。周易系辞中说，贞是正的意思，观是给人看，因此贞观就是世人以正。李世民是想借年号明志，未来他将用成绩证明自己。很显然，李世民对自己弑兄逼父、武力夺权的行为忌讳莫深，后来甚至亲自修改史书，掩盖美化玄武门事变。因此他证明自己不仅是给天下人看，更重要的还要给父亲看。
考古勘探抓紧进行，马德志相信历史的秘密最终只能藏于地下。而目前这个意义重大、错综复杂的秘密，有关于一代帝王励精图治的梦想，有关于帝王的家族恩怨，还有关于一座伟大离宫的历史，只有实际的发掘才能找出真相。1979年秋天，考古发掘正式展开。一番勘探下来，临游当地已划分出与离宫有关的多处遗址，而一号遗址所在的天台山居高临水，地理位置优越，发掘工作首先开始。这处遗址破坏有些严重，宫殿的柱础石一无所存，只有残留的夯土台基、残砖和曲廊等。但在30厘米厚的黄土剥离后，宫殿遗迹逐渐显露出来，而殿址西端还存在着一座夯土墩台。看到这座小山丘出现在图纸上，马德志乐了。如果按当地人所说，在与此相对的东侧数十年前也有小山丘，这就是说这座目前占地600多平米、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的殿堂两侧应有双阙布局。只有皇宫才能有阙，是吧？机关衙门它不能修阙，所以这个代表最高皇权一个代表性这个建筑，所以这个双阙呢也就成了天子的居住所在的地方，所以一看有双阙就是最高无上的建筑规模了。考古旗开得胜，现场一片振奋。接下来的工作需要将宫殿土层代表的文化层面全部揭开，但随着隋唐两朝的建筑遗迹都显露出来，考古队员却开始困惑起来。中国古代建筑由于都建造在夯土垒筑的高台之上，因此台基四周都需要包壁砖和防止雨水渗入的保护层散水。一号殿址隋唐文化层上下重叠，唐代遗址在上，隋代在下，但唐代散水的边界较隋时缩近了2.4米，说明宫殿规模缩小了。隋唐两代的工程分期如此明确，使人们清晰看到了两个朝代建筑工艺上的差别。参加多处遗址发掘的魏义寿对这一点体会尤其深刻。这个城墙的包壁砖，它采用的是这个磨砖对缝的一种砖的砌筑的工艺。比如像这一块砖，它是做成泥坯以后，先把这个切削，然后把底下切削，然后在这一个侧面磨成一定的这个斜度，使每一块砖砌上去以后，整个形成一个收缝非常均匀的一个坡度，切起来这个墙壁非常光滑，非常漂亮。整个砖体这个没有在移动、没有在破坏的情况下，一般都不容易看出来这个砖的这个砖缝。这一个工艺啊，到了唐代以后啊，他在修筑、在修复这个九成宫的时候，他就用自然的毛砖。这么样错缝砌起来，用这种工艺自然错缝砌起来，完全就失去了隋代的这种工艺。所以隋代的砌筑的墙壁的工艺质量比唐代的要高超得多。这让考古人员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因为李世民是在隋灭亡13年，自己登基5年后开始修复九成宫的，这也是他修建的第一座大型离宫。
相比较隋朝这个仅仅37年的短命王朝，大唐的国力国运都远胜前者。可为什么唐的建筑工艺反而不如隋呢？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太原。当年隋文帝如同秦始皇，金戈铁马，气吞万里，一统分裂多年的中国。但短短37年，却也同大秦一样，陷入遍地楚歌、二世而亡的境地。隋灭亡后不久，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贞观之初有次大讨论，核心问题呢就是贞观到底怎么办，现在我们怎么办才对。隋朝多强大呀，大家是觉得隋朝都是很强大的，可是这么强大一个王朝咔噔一下就灭亡。崔牧，临游县东北的乡镇，目前正在进行街道建设，显得繁忙而凌乱，与1300年前的景象却颇为相像。贞观五年，李世民派大将尉迟敬德兼修九成宫，但周围的木材不堪其用，需要从北方调运。因此尉迟敬德带人驻扎此地催运木料，久而久之俄化成今天的崔牧镇。除崔牧外，临游附近还有木龙镇、牧场等10余个与修复九成宫有关的地名。但如果仅一个修复工程就要动用如此人力物力，隋朝兴建仁寿宫时又该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呢？马德志一直对临游的乱葬坑记忆犹新，隋代仁寿宫仅用1年即告完工，修建时无论削山还是填谷，从不吝惜人力，民工死了就填埋到坑里筑成平地。据说仁寿宫落成时，民工尸体摆满山道，大臣杨素就下令用火焚烧清除。贞观六年，李世民将仁寿宫改名为九成宫。九成取自《吕氏春秋》，意为富集九重之台，可见离宫多么壮丽，修建多么艰难。同时也提醒李世民，江山得来不易，绝不能重蹈覆辙。因此新登帝位的李世民在孜孜不倦地处理国事之余，思考更多的是国家的路线问题，而这一方针的确立才是他能否振兴国力的关键。唐朝贞观时期的统治者，这些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军队出身的，就是能征惯战，会打仗。但是到了贞观时候，继续坚持武力还可以吗？当时大家也给这个政策之争呢有一个说法，就是王霸之争，就是王道还是霸道两个路线的斗争。霸道主张以力服人，王道主张以德治国。以德治国的关键是什么？就是自己要行得正。唐太宗呢知道节约民力，想要轻徭薄赋，长赋于民，所以他的用度就要尽可能的减少。这个你说的九成宫的事儿就是这样方面。1980年开始发掘的三号宫，除了它的工艺，更惊人的还是规模。今天渡水河南岸仅耸立着它高出地面12米的巨大夯土高台，但事实上整个建筑延伸达1000多平方米。当三号宫殿呈现在马德志眼前时，他不由惊叹万分。高台楼阁的主殿卓然于世，
围绕它三条阁道分别伸向东西北方向，东西两端伸到河边断崖，似乎与其他建筑架桥相连，而北阁道呈斜坡漫道，向下直抵河岸，应该专为到水边游玩的漫道码头。主殿东南方向还存有1.8米高的建筑基础，应该两端立有门阙。这里依山傍水，高阁周建，试想仅一个三号宫就如此巍峨壮观，整个工程复原后又将是怎样的冠绝天下。公元632年，即贞观6年，离宫之冠的仁寿宫结束他作为隋朝离宫的生涯，开始以九成宫的新面目走进贞观时代。可是当李世民再次恳求李渊去修葺一新的离宫避暑时，李渊仍没有同意。李渊心中的纠结不会在史书中记载，但马德志推测出原因。公元604年7月13日，隋文帝杨坚在仁寿宫驾崩，但民间传说和史书都认为，杨坚在人生最后时刻决心废除太子，于是太子杨广发动宫廷政变，把杨坚在住在那个大宝剑包围，包围了以后啊，这个北宋的马总的通力呀、钢剑呀，这里边都记载是，血战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就是进去以后啊，好像是把杨坚先用丝带、用锦带勒死，衣纱勒死，然后听了一会儿，好像杨坚又慢慢又醒过神来了，好像还有一口气儿。好像最后又用刀把他的头颅给砍下来，鲜血从后边那个屏风上面沾上去，血沾屏风，惨叫的声宫外都听见。作为隋朝的高级官员，李渊深谙内情，退位为太上皇后，他仍旧担心事件重演。事实证明，玄武门事变导致的父子心结终究不可能消除。不过无论如何，坚持儒家治国方针的李世民已绝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再去弑杀生父。贞观6年，唐王朝全国人口数比贞观初年增加1倍，府库甲兵远胜于隋。这一年天下判死刑的人只有29人，刑法几乎停止，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和谐景象。唐王朝的盛世，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开启。这一年踌躇满志的李世民第一次来到临游，拉开了九成宫辉煌的序幕。1300年后的1986年，当在九成宫遗址工作8载的马德志，由于年龄原因不得不离开时，留下的是唐水井的精致优雅，住处的井然大方，遗址现场的精美铜镜，点滴之间使人们梦回大唐。马德志初步恢复出了隋唐离宫的盛景，这是一座规模壮阔、如诗如画的旷世奇宫，整个宫区随山就势，结构完整，包括宫城和碧城山上辽墙范围内的禁苑。宫城平面约成长方形，东西长1公里，南北宽0.5公里，东西街道恰与今天临游县城的东西大街完全重合。城内已探测出遗址40余处，其中宫殿至少15处。东城附近为官署，而天台山一带作为九成宫的主要宫殿，
有临朝听政的一号主殿，有阅兵庆典的三号大殿，有皇家居所的二号、六号、七号等，宫銮叠嶂，辉煌壮观，与九成宫礼泉铭碑所述竟是完全吻合。但令马德志遗憾的是，已发掘出宫殿区主要集中在宫城以西的一二三号宫附近，更大范围的东侧被临游县城所占而未能发掘。马德志认为东侧应该有更大的发现。果不其然，数年后，中国考古史上第一座完整的隋唐大殿横空出世。